客注意了，精彩的魔术即将开始。今天我们荣幸的请到了一位最帅最具实力的魔术师，他是谁呢？他是谁呢？他就是邓男子邓老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交朋友很重要，交什么样的朋友就意味着你会有什么样的人生，所以呢，交个会面钱的朋友很重要。100块钱叠好之后，吹口气才可以变成一张很长的100块。其实啊，钱变多了也不好，钱变多了有的时候会烧得慌。哇，这就为什么平时我上街的时候只带1张100块。如果钱不够花的话，我可以把它变成银行卡，既可以刷卡还可以取现。这个呢就是魔术师的自动提款机了，长得像一个透明的箱子，不用输印吧，只要心中默念恭喜发财，就会获得100000现金。接下来我想在现场找一位观众来配合我一下，这位红衣服的看着挺眼熟的，这哇，这都是钱。对，好，我给你做个测试，来，这里一个花瓶，拿着托盘当着他两个耳朵，这个来耳朵，这是我的托盘，这是我的花瓶，这是他的菊花。好，仔细看啊，如果你是不是一个非常稳重的人？是，一般非常稳重的人啊，端盘子都端得特别的稳。这跟我的人品没有问题啊。对，我知道跟你人品没有问题，所以我要接下来送一份礼物给你，来，这份特别的礼物给你，你看。这个是送给你的礼物。哇哦，西西币，来，掌声送给他。本宝宝现在要去怪兽大陆。Hello。这个在哪儿啊？这个，谢谢，运气真好，今天一定要留到最后，要好好玩一番。好久没来游乐园了，好，不多说，先去看下地形。旁边新园旁边就是弃权点，但我今天不准备弃权，因为我要做王，我要做游乐园里面的最后一个玩家。不，应该我们三是最后一个。我们大家一起，我觉得今天咱们三一定要一起合作一把，因为毕竟是我们的主场。好，你们要在哪儿拍啊？这边。好，来，你们摆个 pose， 3、2、1。OK。哥哥，你第一次来吗？对啊，我第一次来。这边有个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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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可以送我一点嘛，就是我很饿了，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啊，就一点，好吧，就一小碗。那好吧，谢谢。刚才那个有人说，那个店主说要 CCB， 为什么我没有？那怎么了？好多人啊，我去跑过去。掌声送给他。要两个什么呀？哇，钱啊！哪有，我也要。你也要啊？哎呀！来，上来。哇哇！谢谢哥哥，哇，好酷啊！掌声送给他。谢谢。哇！我刚想着CCB，我现在有了，我可以去买吃的。
这个钱的话，我觉得吧，钱无非就是用来买吃的，对吧？对，这是正解。比如说我看见我喜欢什么，我就买什么，我就，嘿呦，这可以吃吗？可以买吗？可以，有那个红色币。啊，哦，好，我有，你帮我拿一个吧。谢谢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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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我也去找他们了。喂，千玺，你在哪？我们往那边走呢。我也在往那边走。你们现在在哪个地方？我现在在龙行天下。天幕幻想，好。糟了，我现在找不到路，现在。可以吃冰淇淋吗？那可以，多少钱？要大一点的，大的一个是大的。嘿，现在我还可以在这吃冰淇淋，特别悠闲，还是可以，挺开心的。谢谢，thank you。啊，好的。